成员舒华拥有直率个性，更凭借高颜值吸粉无数。先前他的成员们一起出席签售会时，一旦变辫子造型现身，身上穿着细肩带小可爱，露出大面积的白皙肌肤，整个人白到发光，再戴上粉丝送的各类饰品，用美貌征服粉丝们的心。没想到近期正忙着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他们，建议到新加坡开唱时，舒华却无预警的以极简短发造型现身。他在表演歌曲 Nude 的副歌部分时，性感又妩媚的律动立刻掀起全场疯狂尖叫。期间和队友维娟对上眼，也被对方称赞短发造型非常好看，舒华还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，两人的互动实在是太可爱啦。